把它剥掉。就让它在这。我今天要去拍业配，然后今天想说来个沉浸式化妆。防晒跟这叫什么隔离霜都混在一起，因为这条对我来说有点太白。今天用迪奥的粉底，柜上拿的小样。我两个就是比较亮跟正常肤色，这个拿来打亮。法令纹这边一块三角形提亮，网络上教的，我画起来是没什么感觉。差不多了。朋友介绍的修容，但我之前修容都是用眉粉修。鼻子出来了，哇！这上面牌子被我抹掉，忘记什么。眉毛我就都乱涂。但我只会用一个颜色，就是这个颜色。走在下眼睛的地方，接下来我会浅化的卧蚕。接下来我要整理发型，披风造型完成 ，mask， 先打开加热。哦，我要先用发泥，这样软的发泥。接下来的工作呢，就是精雕细琢一下头发的纹路，用这一罐硬的发泥戳在手指头。我的发型师送我的小夹子，男明星必备啊，夹上去就看起来煞有其事。出门了，出门前的仪式感，拜拜。我现在在板桥火车站，然后等下车。捷运走到西门，再走绿线到湖边，然后今天要去济州文什么的一个地方拍照，然后要拍一个比较日系的照片。因为是一个夜配，然后很像一个日系的感觉，不知道就在一个日本的建筑里面拍，希望可以拍得好看。早安。
它剥掉了，就让它在这。我已经拍完我的业配了，然后我觉得这次拍出来的照片还我自己是蛮喜欢的，然后就让我的头发都已经乱塌一波啊，塌到一个不行，然后我现在回家了，等一下再去我打工的店上班。好，来上班咯。现在是差不多下午3:30，然后我比较提，我也是上4:30的班啦，只是我就是提早来上班，因为我刚刚有拍业配嘛，然后想要来这边，来我们店里拍一下其他东西。走到巷子那个底，然后就会看到我们店了。进去，他们应该会吓到。哎，怎么那么早来啊？门关起来。看，户外现在都没有人，因为今天超级热，里面已经爆干凉了。我赶快进去。那要先上还是后上？好。台湾配吗？那结完账再帮我出示一下结账画面就好了。我就是找走红才会故意跌倒，找模板面的女生。你看那那个卷卷头店员，很可爱，那个他就忍不住一直想当。好啦，有爱心吧？有啦，最后的拉高点。拜拜。要吗，杨总？有点想，但是我家不行。对对对，你再下一次，好乖哦。嗨。